攻，双方派出若干名队员出战，根据给出题目类型，每个人一个字接力来回答问题，回答错误或者超时，同队队员将接受惩罚，被惩罚少的队伍就获胜了。有一些落难的师兄弟们，他们会是谁？小童、小宋，那就我去后面，是这意思。这么自觉就真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姐妹，陪你。那我陪我陪来了，我陪更新。没事没事，爹这儿有披风。那我们正式开始了啊！如果是四个字的，就回到第一个人接最后一个字啊。武当派掌门人张无忌，三丰啊，张三丰，张无忌、张三丰有什么区别啊？掌门人呐、啊，武当山掌门人呐、啊。哎呀妈呀！张无忌不是武当掌门，张无忌是明教教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天爱，做好准备啊！赵文卓演过的角色。方。是。玉。小龙女住在哪里？绝。绝。成五等会儿我问一下啊，我们是在营救我们的同门师兄弟吗？我觉得是在清理门户。我想问一下，那水里面附带那个卸妆油吗？天爱，请问小龙女住在哪里？我死土什么地方？活死人墓。活死人墓哥，请问令狐冲最厉害的招数是？毒孤神神。不是，九剑啊，不是神剑、啊。你是九，我是剑吗？都教完了还研究？就是想教我们。哥，牛哥，你坐中间。好。我发现了，你坐中间。不行，给我来个洗头膏啊。接下来，请用五个字评价沙溢的优点。五个字，贼，棒，贼，能。贼，贼棒，贼能贼。最后一个字了，你得收尾。贼棒，贼，贼棒，贼能贼，这是你身上最大的优点了。就是贼。就是贼棒，贼能吃，贼棒，贼能吹，贼棒，贼能喝，都啊，就五个字，一共就五个，对对对。好，腾哥，请听题，你最爱听花花的哪首歌？烟花李的尘埃。回去复习了。四季了，哥，你终于知道我的歌名了。抱歉啊，最近只听你歌啊，不好意思。接下来要做到不能重复，三个字的体面，武侠剧中常用的三个字的兵器是长一枪。就这个红缨枪。常用兵器，花花开始。长缨枪。行有毛病啊！红缨枪，人刚领过长缨枪，这还长缨枪呢？我怕大水把他俩冲走了。为什么都接了呢？啥都忘了，就把长记住了是吧？小宋对于家族成员有什么话想说？谢谢你们。孩子多好啊！你说，打这轮开始，再让弟弟妹妹淋一滴水，你就过来跟我们一起。请问，沈腾最好的影视作品是？下落鹤凡脑。确定真是这个？自我感觉这部是最棒的。你管呢？说哪个不都伤其他几位导演吗？哎呀，我这就是嗨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你看我多不懂事儿！哎呀，再问我一遍，再问我一遍。沈腾最好的影视作品是李。你再问我，再问我。算了吧，算了。
准备换人了吧，好不好？后面的都透透的了。啊，刚适应，两个小孩刚适应啊。啊，这后面也有老的呀。老的适应能力差，再让他适应适应。老的现在就差一枣筋了。换人。刚才我看了，就是一个一个吧，两个人中间就拎没拎着。啊，对，那确实。快坐这，坐这，坐这。暖和暖和，快点，快暖和暖和。哎呀妈呀，手，孩子手冰凉啊。卓哥啊，我帮你带走吧。不，我觉得卓哥是要留着答题的。我觉得这个玲儿，我知道哥，我知道。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？你啊，你花妞。这段给我播了啊。做好准备，从花花开始啊，请说出降龙十八掌其中一招。降龙啊，掌回答错误。降龙十八掌其中一招叫降龙十八掌，降龙摆尾。哦，对对对。下一个，请说出降龙十八掌其中一招。亢龙有悔，亢龙有悔是对的。对。答对了，你这没点知识储备量，那能行吗？龙哥，啊，我是无所谓，但他也必须得。放心，他会干爽的。来吧，花花，请问，梅超风的经典招式？九，阴，白，骨，爪，正确。哎，爪是爪吗？九阴白骨爪。他有口音是，我说的是爪，嗯，对，说的是这个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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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是九阴白骨爪，爪，咱民间俗语是爪，你看你这啥呀？这人家这是江苏卫视啊，江苏卫视，谁是老板都没整明白呢。完了，别拉着我，说这是哪里？救不了你了哥。说昨天在哪儿录节目来了？哎呀，言多必失，都少说点话吧，就说点有用的。不是，这脑子还过了一下。要是不过能说出啥来？这江苏卫视，这大雅之堂，哎呦！哎，这得罚了啊，这得罚了！哎呀，到点了，到点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脑子不行了，脑子不行了。人家浙江卫视大雅之堂没用，哎呀，把这句给回来。哎呀，请问去无人岛会带什么？四个字开始。沈腾，沈腾不嘿绝报完错台名，哪儿都不配，别说无人岛了，哪儿都不配。你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，开始。七游记二。西游记二啊，第二本他最喜欢。有那种把西游记分成第一本、第二本、第三本儿童读物都这样，所以作者都是那个吴承恩，都是吴承恩。他最喜欢读第二本，对对对，一二三说中卷。对对对，咱们这一对虽然答题一般，但狡辩的功夫。小宋最爱听的歌开始。严丝和。有这歌吗？严丝和不？咋没有呢？有。可丁可卯。还是要。花花下一首就写没严丝合缝。好了，我们的比拼到此结束，马上统计双方总共被淋水的次数。
快，把姐姐抬出来，快！怎么打断了双腿了？快把姐姐抬出来。